非常欢迎你啊，到杭州来，出席亚运会的开幕式。很高兴在杭州和你会面。我也预祝科威特体育健儿啊，在这次亚运会上能够取得佳绩。中科传统友谊深厚啊，科威特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，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啊这个合作文件的中东国家。我们建交52年了，特别是我们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5年了，中科关系啊取得了长足进步，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啊都是丰富的。我高度重视中科关系的发展，愿同王储殿下一道引领中科关系啊我们再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上。